谢谢，来听 Kitty。耶和华伫你的圣殿，全地伫你的面前拢伫静静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诚实来敬拜。咱即个就会用《使徒圣经》来作为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为圣神祷告，对十字架马里亚之死，伊温柔的为我们来受苦，天使的心满足和拥护，第三日被圣灵充满，主天，咱这全能的父，上帝的大天。Thank you.
告福音书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认为的圣经第一位马可福音书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约翰已经回答耶稣到加利利，按上帝的福音讲，你已满了上帝的国度了，恁就反悔来信福音。第二位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。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何时会临到，耶稣应讲，上帝的国临到，毋是很难，也未讲的，而且也是伫遐，因为上帝的国是伫咱内中。咱今仔日，今仔咱所要读的是《路加福音书》十七章二十一节，咱做伙来读台语，也未讲的。